主料，木瓜650克，辅料，冷开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食材，发木瓜，将木瓜洗净，将木瓜去皮，切掉头尾，将木瓜切成两半。去籽，把切好的木瓜块放入搅拌容器内，加入适量的冷开水，搅拌两分钟，关店即可享用了。嘻嘻，烹饪技巧，我从来不喝外面的果汁的，都是自己 DIY 的，十足的分量，100%的卫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